好吃吗？好吃。
从菜市场跟全联回来，来看看买什么。现在会在菜市场买菜，因为菜市场的菜比较便宜，3把50块，然后洋葱是15。然后在全联呢买了牛番茄跟黄柠檬。买这些是因为昨天看了罗杰塔老师的一个番茄海鲜汤，我很想做，所以今天就去买菜。啊，这个是想要做小菜给伊登吃的，因为他很喜欢吃这种鹌鹑蛋，蛋系列他都很喜欢吃。然后这是海鲜汤要用到的蛤蜊。那因为我不喜欢吃小番茄，但那个海鲜汤里面需要用到小番茄的甜味，所以买的是这个组合包，里面有不同的水果。那因为我只需要一点点番茄，这样就够了。那接下来是海鲜汤需要的鲷鱼，还有我还想要这个礼拜还想要再煮一次鸡汤。鸡汤就是会用一般的鸡肉搭配上次在以琳书房买的这个黄金虫草。它的调理包里面有韩国花菇、黄金虫草菇、巴西蘑菇、红枣跟参须。来试试看用这一包来做鸡汤。接下来还有早餐 smoothie 要用的冷冻莓果，这是我们家冰冷冻库的常备食物，我会自己喝果昔，或跟牡丹一起喝果昔，跟孩子一起。还有果昔需要用到的香蕉，那香蕉买这种短短一根一根比较方便，因为一次用一根就可以做一杯果昔，大人小孩一起喝。如果香蕉再长一点，就要另外想办法保存，就比较麻烦，所以后来就会选择这种短的黄的香蕉，选青色的就还要等它成熟，就比较麻烦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。